奇怪了，这个山洞也没有镇法，可外面那些妖兽为什么不进来？喂，你们新来的吧？这种事情，这里每天都会发生，慢慢你们就习惯了。哎，你们也不用太担心，只要每天在天黑之前呢，躲进洞里来，就不会有危险了。你是说，这些妖兽不会进洞伤害人？没错。 这些妖兽呢，就像巡夜一样，天一亮就全都散了。只要天黑，你们不走出洞外，准没事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们为何还要冒险出去呢？嗨，你想的简单。如果白天还待在山洞里，一旦被妖兽发现，会发动攻击的。所以说，妖兽晚上让人休息，白天养足了精神再继续逃命。你总算明白这里的规矩了。想活命，白天就要出去跟妖兽厮杀。 到了晚上，才能躲进山洞里。这谁定的狗屁规矩？白天赶出去，晚上圈进来，这不把人和畜生一样看待的吗？畜生也不必这样提心吊胆的活着吧？这也是我们摸索了一年多才搞清楚的规律。想在这儿活下去，没那么容易。